要开始了。好，现在准备开始的是新北壁球邀请赛男子 A 组哦，一开始就一个大失误的 Dan 哦。男子 A 组的小组预赛由邱玉山现在正在发球，对上我们的英国好朋友 Dan。这两位选手平常也是球友啊，非常熟啊。今天的看看观战重点就是看他们两个怎么黏来黏去卡位。然后 Dan 的握拍很特别，所以他在出手的那一瞬间会让对手不太知道他到底要打哪里。尤其他的反拍会把他的手肘藏在他的肚子上，所以一直要到他出拍的那一瞬间，你才会知道他的球到底是直的还是斜的，不太好应付。现在比数来到2-2平手。这两位选手跟他们同一组的哦，刚刚那一球Dan 已经打出界了，所以判邱一山得分，目前比数3-2。哇，邱一山的招牌来了，脏脏的球啊进到了后场玻璃，直接是直线滚着出来。哇，果然我觉得 Dan 被刚刚的脏球影响到了，味道不太好。球过了，早点，举牌快点。球过了。好球啊，这一球的 cover 非常好，再加压。好，这是 Dan 的招牌，藏住之后选了一个直线，一山用缓和的方式做了一个慢球的高调，有一点擦框的前场，不过一山已经看到提早到位，快速的打掉。比数现在有一点拉开了，变到6-3。这一场的裁判是林玉欣。哇 ，Dan 的连续乱流失误啊 ！Dan 选手说，他每一次对到邱一山，都会觉得邱一山很烦人啊，好像一直黏着人的苍蝇还是蚊子之类的东西，反正就是昆虫辈的。所以目前他们两个正式比赛对到的时候，好像几乎都是邱一山拿下的。哦，哇 ，Dan 果然很急着出手，没有办法让子弹多飞一下。哦，第一块的变化。也是脏的啦，他也不知道这也要打这个球。他会说他早就想好了。好 ，Dan 的一个大机会果然又自爆了，第一局在 Dan 的自爆声中结束了。对啊，机会，对，我想想也好了。好，现在第二局开始了，由邱一山先发。哦，现在球速吹得很快，邱一山第一时间。哇！这个也是意外吧？好恐怖！加这线呢？他没有到瞄那么低的。场外的观众对于邱一山的实力出非常的意见分歧。哇，打不死的邱一山，Dan做了一个 hold 之后打了直线的后场。哇！
哇，上升了。这是爆点。这是好东西。哦，打不死的邱一山继续死缠烂打，之后 hold 在一个后场。好，这一球稍微出来了，不过 Dan 不急不徐的先 hold， 再杀一个低块。目前看起来 Dan 顺风球非常多啊。好，这一球也是不急的处理，让他到后场再处理，一样还是在 hold， 反而现在目前邱一山没有办法 hold 了。好，提早打掉吗？但在连续了两三球 hold 之后，提早要急球反而失误了。目前看起来，但选手在做 hold 球的话，会对他自己的稳定度比较有利。好，这一球其实是有点弹到中间了。哇，这一球非常好的直线喷出来了，打到自己身上。比数来到5-2。好球啊，这一球很快处理掉之后又跟上前，再一个高吊球。哇，今天 Dan 这个后场的直线低块真的做了很多耶。哇，比数来到4-6，目前有2分的差距。但抓到了机会之后只是稳稳的送。哇，这是一个 show 吗？但是他继续打下去了。但想着能不能要到一个 lead 呢，但裁判摇头啊，所以刚刚那一分由邱一山拿下，这是邱一山的招牌，但是实在是扫得太随便了。现在还是有2分的差距。哎呀，比数来到6-7，比赛过了中段了。下一场问你吗？下一场是小三松掉了，有点预计。哇，这一球非常漂亮的 taxi， 完全跑错边了。好，这是一个 stroke， 连 Dan 自己都把自己的球接下来了。比数来到7-8，两个选手还是很焦灼。啊，这个邱一山马上就看到 Dan 的直线， Dan 也看到了他的直线，两个人都有点偷跑啊。最后比耐心啊，先急着进攻的人反而失误了。他先进去没准，所以没办法打。最大缺，真的，刚刚就每次都捡打爆。啊，这个两个人又开始进入了黏巴达模式。
两个人很黏很黏，又黏在一起了，又黏在一起了。哇，后场深度很深啊，这一球。比数来到8-9，比数也非常黏呢。小军跟谁？现在比数来到了1-1。我们刚刚的奖评 Tina 他已经被拉去上场比赛了，所以现在奖评人换成高楚。首先，接下来是丹丹先发球。有一点注意力不太集中的感觉，感觉有点在逛大街。那两个人在比耐心哦。啊，这球打出来了。两个人感觉球场都变小了。我们后面的敏宽他说，整个感觉两个人一直在跳连八打。会拍的时候一定要旁边有人连在我身边。又是一个哎呀，医生这个球选得还不错，失误了。比数来到3-2，很近啊，比数还是很近，现在单单领先1分而已。球，这球抓到了。哇，怎么昨天那个谁的那个？昨天那个谁的那个？林建宏的，建宏的。来，举手蛮好看的。牛雷就单想要一个雷，但是裁判玉鑫是判了一个 no 雷。但这个是张的。什么张的？买到，买到，第四的奖品嘛，第四名也有。
三选的其实都还不错，但是稳定性可能有点差，也可能有点疲劳，感觉他有点喘。就台智的第二名吧，第二名冲的，他第一名呢？第一名就是黑罗的球员，蓝色那个。白拍吧，类似白拍，可能是白拍。面包，因为你台湾。哈哈哈哈哈。第三名是豹纹带，是吗？好像是。第四名是什么？啊，是好可惜。啊，真的很可惜哦。7-4，比数来到7-4哦，丹丹持续领先。真的，跟俊子你打泡泡还会过，但是打跟文岭是不会。文岭的话，你要看他愿不愿意。哦，一三醒来了，一三突然醒来了。8-8，比数来到8-8。4-8，可能他刚前面几分是在培养一下他的体力。球，那可丽尔做的不好，两个都做得不好。现在是啊，就是啊。对啊，两个都做得不好，但是丹丹比较快。这个 Ready 一三的后场做的比较好。对啊 ，Dan 的球还是都不能偏前。一三的，一三不偏前球。不是，一三的球突然变贴一点。他那是褪色，还真没有。褪色，打直有点伤。啊？打直有烫吗？没有。没有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然后没有安住。只是打反了。比数来到了9-9喽，那两个人比数很近啊，越打越紧张。哇！那两个人真的是一直在卡来卡去啊。刚刚卡位一三还是打了一个很不错的 boss。这个球好黏哦，没比球，超黏的。谢谢。啊！打翻了，就是他对不对？下一个换你了。不知道，不知道是下一场之前吗？啊，对，刚有广播。
咚。因为对方没敌意。那我讲中央等就是。可以的话就把它截掉，因为他会很受挫。但你也不刻意把它打。好好好好两次，两次，你当裁判还得了？换球带，对啊，球拍换球带，不错啊，这个比较贵，比较贵。现在比数来到12-11，现在是第三局哦，决胜局。现在由一三领先。啊，很焦灼，又来一个失误，比数又来到12-12。比数来到13-12，现在由丹丹领先13-12。好球，13-13。13-13。第三局。我觉得自己有点无意义之争，什么无意义？因为他们下一场对手都是文明。三局一的比赛只会有一个人出现，但这有时候就是这样子，男人的面子之问题。刚得分的是丹丹，丹丹得分还摔拍，因为他觉得很累了。两个人都很累了，他们。第三局吗？裁判说出界了，我也觉得出界。我看好球，好球进，让他下来，下来。我看好球，是好球。哎，我不能看这个球，我觉得看出来。嗯，他就消下来，有我看他的线下。哦，刚刚选手是说外面的观众席好像有人喊了 out， 所以以为那一球是 outside， 其实是好球啊！哇，这两个选手还是哇，最后啊，第三局由 Dan 拿下了胜利。第三有很多人抓球，他没有抓，对啊，他没有抓，没有抓。喜欢刚刚抓了三颗，有一颗 Dan 也知道说他是错了。